98000块钱，3.2T 柴油四驱大房车，房车手续、房车公告没有报废期，节假日免费 ，C 一、C 二都可以开啊。全铝车身，中驰威的卡威大皮卡，3.2T 柴油四驱，哦，这个驾驶室太漂亮了。98000，看看值不值啊？后面是环形大卡座，荷载5人，不是破烂货，兄弟们，绝对不是破烂货啊，自己看。这个车也太好看了，实用便宜啊。后方是环形卡座，放下来是双人大床，这个东西算古董不？上方还有天窗、冰箱、电磁炉、微波炉啊，一整套的小厨房，配100多升的水、400的电池、400的太阳能板，这个大衣柜啊。然后入户的对面就是它的洗手间，直排马桶啊，翻盖的洗脸池，没想到啊，这东西还是一体吸塑开模的一个洗手间。前方是这台车的第二个卧室，额头床。整体回顾一下它的布局，厨房、洗手间、客厅加卧室。老板有喜欢的吗？98000块钱，它就归你了，拜拜。